好，所有的铁粉网友大家好，我是徐亨，我是唐新奇，欢迎收看新亨秀。哎，今天这个新亨秀大家秀些什么呢？这个叫秀的就是要告诉你们，做任何事情就是要不断的求新求变，那就对了啊。求新求变啊，这个求为什么要不断求新求变呢？嘿，这个创作也算是一种求新求变嘛，哈。对。而且这个在文字上面呢，从以前哦，创意一直到创作，从创作一直到创意，一直到文创，一直到现在最新叫新创，叫新创了哈。而且它这个意这个字面上的那个越来越多了，以前叫传播。现在后来变传媒或者什么，也是一直哈，因为现在都网络年代呢，叫网媒，群媒乱舞的意思，很多媒体啊，哈，对不对？没有，像我觉得像台湾是电子业发达啊，电子业哈，对，那所以就是说网通族群蛮受欢迎的。我们可以说是半导体的王国，对，全世界最有名就是台湾半导体王国。我说实在，很多全世界最有名，比如包括美国什么，几乎都请台湾在代工啊。嗯，是啊。哎呀，这科技能够科技这么，所以现在你说所有的院校几乎都改成科技学校，科技大学。哦，科技大学，对哈。求新求变，像我说的电子业，台湾电子业就是这样子嘛。那我们例如像电信业，不是之前3G 吗？嗯。后来4G 啊。现在5G 了。现在5G 了啊。对。但是我觉得哈，我们原本用4G 的人啊，都觉得开始速度很快啊，结果现在变5G， 我觉得我们的4G 变得好慢。我觉得是不是稍微有故意把我们的4G 调慢？这个好像是一种说法，不是。然后像那个我们去逛那个电子节的时候，就会有发现说，哇，这是随身碟或者是随身硬碟，一开始都是500G 啊，200G 这样子，然后过了好几年之后，就现在都是1T、2T、3T 这样，10T、20T 这样子。对，我在想说，会不会是他们早就发明好了，已经先……你讲对了，电脑跟手机所有的科技业的东西呢，其实他们是一套完整的，通通都已经规划好。但是这一天他推出这个的时候，他会从里面去看说哪里有毛病，哪里在马上第二套要改，马上修改。然后差不多时间再推出第二套，对，差不多时间再推出第三套，对，电脑也是一样，动不动你就要更新，动不动你就要换零件，动不动一直升级，好像那个 iPhone 手机啊，对啊 ，iPhone 手机一支出一支，一直，然后是超赚钱的苹果，我想。包括这个手机也好，包括这个我们电脑也好，包括什么很多也好，还有线上游戏也是一直不断的升级。对，那你要越打越高，而且呢，你升级的过程中呢，有些手机你不能玩，为什么？你没有到它那个容量，你没有到它那个级数，你没办法玩，所以你手机要跟着升级。能怎么啦？不做科技也跟着不行。真的，而且就是如果你不跟着时代潮流一直创新，跟上他们的速度的话，就会被淘汰啊！真的、啊，像之前那个软那个嘛，就是拍照的那个嘛，就是那个胶卷啊，软片相机嘛，相机以前就是真的是没有数位的富士，对，以前是用底片的，不会，全部是底片，哇，底片那时候，但是呢，哇，接着下来底片就慢慢没了，可是呢，我说实在呢，为你关了一扇窗，一定会再开另外一扇门，这是一定的。它虽然说这个整个都已经被没落，但是呢，它变成什么？变成晶片出现了。对。那晶片出现以后呢，它还是有要借助有些照相馆去传输出来的东西。好，比如说像百视达、亚艺，相信当年大家都是看这个录影带长大的。对不对？现在这个没有了，为什么？变成 MOD 机上盒。那怎么办呢？其实他们并没有被淘汰哦，他们只是转型。你要懂得转型，你就对了。转型跟机上盒合作，所以里面我们看到很多电影其实也是他们的，就是合作嘛，大家来合作，异业结合嘛，双赢平台，共创双赢平台，就是当下一定要这样子，你绝对不能说啊，这个传统产业我已经怎么样，我就退出，其实不是，转个样子，继续可以跟上，变成双赢的一个平台，共创平台就这样子嘛，所以我们这里看的 MOD 很多是电影嘛，对不对哈？其实就是呢，他们跟这些，比如说之前的那些片商有合作。看看怎么样，在这边录影带没了嘛？我们其实它
它也是一方面也是为了环保了，因为塑胶太多也不太好嘛，对不对？它全部集中在 MOD， 但是也是他们合作在一起啊，异业结合嘛，这是不断创新嘛，这个世界就这样子嘛。你看他现在唱歌也不拿麦克风了，为什么？没有，他声音这里面装了一个麦克风在身边，这边没有，所以他唱的时候只要这边一按，就自动会唱，好厉害！你那赚多少钱了？没有，真的没有，没有。那赫哥开始冷笑我呀，真的，我请问你要整洁麦克风结账？没有，我告诉你，我现在讲的这个事情哦，你不要以为不可能哦。我们现在那个所有的 mini 麦，从以前的有线装线，一直到 mini 麦，哦，无线 mini 麦。我告诉你，现在呢，国外呢已经用了最新的，他们也不用 mini 麦了，他们完全是怎么样？你只要在这边稍微放个什么东西，根本连看都看不到，看不到哦，他就可以收音收到。现在听说他们已经发明了最尖端科技的，就是说，因为一般都是指向性或扩向性的嘛，他已经发明了这个东西呢，完全不需要那个，你只要讲的主音，他这边设定好，我就是收主音的哪几个主角的音，设定好以后呢。旁边的声音自动变成是环境音，主音就在你们身上，而且不用身上不用带任何的麦，不用带任何的麦哦，在外景一样收得清清楚楚，这就科技的发达。对，不然我们拍戏的时候有时候都要带个麦啊什么之类的哈，然后我有人家看一下啊，不要卡声那种鼓鼓的哈，奇怪，卡声我告跳啊跳几遍了呀，其实不是，是麦克风在口袋里面哈，又变成这样的情况，所以现在科技真的一直不断的进步，真的。对不对？以前是用胶卷才能拍电影，现在不是啊，用数位的，数位，而且现在进步到数位的4K，最新的4K到已经到5K的哦，摄影机都可以拍电视电影，也可以拍电影的，接镜头。我告诉你，其实数位极速，而且这里跟大家分享一下，其实你那个你的画质有多高，其实其次，镜头最重要。那颗镜头如果是好镜头。即便你的那个画素不是很高，镜头一装上去以后，哎，我告诉你，自然就提升了。为什么？因为镜头太棒了，哎，所以你如果你带那个镜头好像都是水晶、哎、哦，那个镜头很重要，镜头。所以你看有些什么，有些摄影机啊、哦，它不是用摄影机，它就可比如说是那个摄录两用的那个4K 的那种录摄录两用的哈、哦，然后它接了很多镜头，接得很长，大家以为是摄影机，其实不是，是接镜头，然后这样拍。现在真的是进步到真的有时候是叹为观止的。现在轨道，所以那个专业的那个相机呀、啊，它其实最重要的是镜头嘛，对不对？当然了，而且现在专业到哈，脚架上面就有轨道了。以前轨道另外铺嘛，对不对哈？现在已经进步到那个当然那个 Steadicam 是之前就有了，这是水平平稳器啊，放在身上的哈，很平稳，这样跟着跑，哎，好像轨道一样，其实不是，是水平平稳器 Steadicam。后来呢，现在发明到这个我的这个脚架上面呢，就已经有轨了，就有轨道。哎，不，我说轨道不是那个轨，是轨道。哎，已经这样子了，而且听说现在已经进步到什么？进步到那个摄影机啊，可以用人操作，不是空拍机哦，它是操作，要伸出去会跟着走。这个时代就进步到我们真的。对啊。像以前也没有空拍机啊、但现在有空拍机啊、哦、现在空拍机的拍的还真不错了哈。对啊、只要是这个只要不危险的情况之下，它只要不要掉下来的时候都很好、拍的还蛮不错，很像升降那种感觉，比升降更厉害了，可以这样更高哈。就是人类的头脑，像以前还没发明电的时候、一开始都没有电嘛，都是用那个灯泡嘛，那蜡烛啊，那灯泡也是爱迪生发明的。我告诉你哦，你讲这个爱迪生哦，我常在想哦，我从以前常在想一个问题，会不会其实我们有很多发明哦，是从以前，等于是我们，因为我们星球是有人嘛，对，是有生物嘛，对，我们地球是有人嘛，有生物，对不对？那你怎么知道别的星球他们有生物呢？搞不好有比我们更高科技的生物，在另外一个星球，然后他们派人来这边观看以后，觉得是我们这边需要些什么，可能派一个人来这边，然后发明完了以后，你会发觉很厉害的发明家，他们很快就走了，对，或者很厉害的一些表演者很快就走了，或者很厉害的创作什么很快就走了，为什么？他们好像是有任务来这边，然后发明完了以后呢就走了，然后遗传下来继续用。你不觉得吗？对啊，我一直觉得这些人是不是高科技的外星人？他们那爱迪生就是了。我跟你们讲，从以前的金字塔，你怎么盖的？
很困难啊。那根本还有万里长城，还有很多根本就是你无法解释的。嗯，那很有可能都是在外太空的一些某些人来这边把你建造起来以后呢，然后他就走了。那这个是有作用的，可能是他们的这雷达机或什么之类的，有可能。一直到现在，电视、飞机，包括什么什么，哎，飞机这么大一个东西可以在天上飞，这。哎，讲真的，这人类有办法这样子？我是觉得那个爱迪生好伟大哦，他发明电哎、他一开始发明灯泡就算了，他发明电，发明任何一个东西的人都非常厉害。电视，发明电视，哎，这怎么从电视里面可以看到两个人？你小时候说哇，哎、哦，想那点心来，我本来来面跟他打招呼，哎，你那两把哎点心的，哦点心啊，他说点心的，结果吃了都不会个点心啊你。嗯，然后呢，我说实在的。飞机发明电话，这样可以讲话；发明到现在有视讯，还可以直播。对，哎，这个是这个太厉害了吧？对啊，你看那飞机这么重一台，几百人在上面，它可以这样飞啊？是啊，那所以就是要不断的求新求变啊！这个不可思议啊！现在越来越进步了，哦，进步到现在这，哎，现在真的进步到啊。那个车子呢，可以开到电梯里面，直接到你家。现在就是都是说，只要你想得到的，都做得出来啊。外国的拍电影真的是这样子，你只要想得到，我就做得出来。对，他绝对不是在省钱，让你继续想，你想到什么，我就可以做出什么给你去拍，这样子。那我们台湾说，你经费的关系，能省就尽量省一点，嗯，因为没办法，环境的关系嘛，哈。好，你来听听我们的你的眼神。
谢谢。这个就是我们这个你的眼神嘛。好，那个这当然就是我们刚刚这个求新求变也是一种新的方式。刚唱歌了嘛，哈，第一次唱歌这个啊，也是第一次唱歌，送给大家也算是一个求新求变。哼歌，这我们的新哼秀真的是第一次唱，哎，这个也是。以后如果效果好的话，是不是？干脆该我唱了，不要该我唱了，哎，我全部都让哼歌表现，我就只会就唱这几首歌而已，不要再开玩笑了。下次唱庙会给大家听了，好，今天我们新哼秀呢到这先告一个段落哈。如果任何需要我们服务的地方，请私信我们新。TV 的小编会为你做最棒的服务。来，马上来看，欢迎我们这个唐心琪的创作女神的作词作曲最棒的重新来过精彩片段，请看。